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潮州街头小巷最常见的小吃，百贵，小时候一个5毛钱。加个鸡蛋，这是半斤的麦粉，潮州话叫做白菜。加一勺白糖，还准备了一点黑芝麻和冬瓜糖，冬瓜糖来把它切碎。加点冬瓜糖，口感要好一点。小时候一个5毛钱，里面啥都没加，就麦粉。上锅煎，锅烧热，下一点点油。中小火慢煎，先让它定型，撒几颗黑芝麻，好看又好吃的潮州小吃，来过来。好了，这几个先出锅。太烫，好香啊！叫妈妈来试一下，快点。比外面买的还好吃。烫不烫？好看呀。